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苏黎世，今天准备在苏黎世这个街道上，开车行驶一下，给大家拍一下这个苏黎世春天的景色。这个路线呢，要经过 King George Boulevard，走88街，再走152街，转到73街。我把这沿路街景给大家拍一下。下面我们开始出发。
大家好，我在梳理室把这个一些街道的街景给大家拍摄了一下，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点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